好的，谢谢媒体朋友，谢谢部长及所有的长官贵宾，辛苦了，请就坐。各位男女同仁，因为部长另有购物行程，必须要先行离席，请各位以热烈的掌声欢送部长。谢谢部长抽空莅临大会，更多的铁路人加油打气。谢谢部长。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四处走走，远离都市的喧嚣，好好的享受。